单单返现金真打款，秒到账的同城旅行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挨着报纸付钱了吗？死了，我拉拉拉拉拉拉拉。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，用龙母壮骨颗粒，龙母壮骨颗粒邀您收看列兵。这样欢迎财神，我这个人呢，做事儿最讲道理，也喜欢先礼后兵。敢在我的地盘上卖东西，一般都是留下一只耳朵。但你是贵客，耳朵就不要了。那你要什么？让我看看你的技术，如果你是真财神，我给你跪下道歉。但如果你是假财神，耳朵你带走，你命留下啊。这位是我们这儿的财神，阿迪。阿维，看你的了。我也要还我父。给他。我新的。什么？哎，给他，给他拿，拿个新的。东西都在这儿。你还用麻黄草吗？不都用麻黄草吗？你要什么？我不用。长哥，我希望你尊重一下我的专利。
东西呢？你要是没做出来，我弄死你。试试。阿迪，把他账都结一下。算你厉害，伟哥，牛啊！财神爷呀！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！大伙别动。报纸干什么呀？这位是海宁省厅巡视员齐元朝同志，这位是禁毒局副局长宋春林同志。三平公安局报上来的案件材料，厅里高度重视。经过认真分析，厅里决定，黄宗伟案由海宁省公安厅督办，我和春林同志具体负责。广宁、海宁两地联合办案，共同侦破。眼下，我们首要的任务，就是依照厅里的指示，对黄宗伟本人展开全国通缉，对广宁市所有可能涉毒的场所进行全面清查。大家介绍一下各自手头掌握的情况吧。齐厅，我们刚刚找到了一个可疑线索。你是赵友南吗？嗯，我在卷宗里看到过。之前的侦破过程中，你做得不错，说说你的可疑之处。缉毒犬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报纸，我认为应该从这里查起。什么可疑？有证据吗？目前还没有证据，但我就是觉得可疑。小赵同志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谁都别信，自己都别信，我们只信证据。但我认为这个线索很重要，我们不能贻误战机。赵永南，你走慢点。赵永南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我们是代表三平警方在外地办案，这个案子已经归厅里统一领导，我们只是下面一个小小的小组，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，做好螺丝钉。这个案子是我们先起头的。那又怎么样啊？你起再大的头，最后也要归上级统一领导。厅里的领导是怎么当上的？那都是办了多少个全国大案要案才当上的。
论经验论能力，我们都只是小麻雀。你才是小麻雀，麻雀焉知鸿鹄之志。哦，你是鸿鹄啊你。啊行，你将来肯定是个鸿鹄，但你现在要搞清楚啊，领导跟我们是一样的，都是想尽快破案，省厅能调动更多的人。再说了，现在这个大范围围捕战略在建国以来那都是对付大案要案的，破案效率会更高。再说你急什么，人家没否定你提供的线索价值，凡事都有轻重缓急，你先去把握不好，再去研究分支和细节。段段，以你的水平就不应该出外勤，你就应该去当政委或者到派出所当教导员。我现在是中队长，你是队员，你必须听我的。我没不听你的呀，你去布网，我去研究分支和细节，这不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吗？你现在三批警方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必须跟我一起行动，你要单独行动你是要受处分的，你知道吗？啊好，你别不耐烦，我说你两句你就不耐烦。哎，报纸是不是印错了？报纸还能印错了？报纸怎么能有错呢？你自己看呀。报纸上永远都是正确的啊。你小姑娘看什么转眼广告啊？哪儿错了呀？啊，就这有线儿啊。这杠上这也不影响疗效啊，我看看。哦，哎，还真印错了，没事儿，就一广告都能治病啊。估计是两个印刷厂，一个正厂，一个副厂。哎，那副厂是哪个厂啊？你关心这事儿干嘛呀？你帮我查查呗。一个叫平川印刷厂，一个叫兴隆印刷厂。哎，那我也问一下。家里谁呀？谁得病了？少说点废话，小心舌头。这么凶呢？我都不嫌丢人，我舌头怎么了？哎，那报纸付钱了吧？舌头拉拉拉拉拉拉拉。
去拿着做个人体试验，少整啊，别仙儿死了。哎，谢谢山哥。嫂子，哎，你要尝一下吗？他戒了。哦，对，戒了。戒了好。走吧呗，菜准备差不多了，我给你准备了广宁最牛的全鱼宴。好啊，我肚子饿了，一定要尝一尝。好。辛苦了阿伟啊。应该的。我跟你说阿伟，咱们这条件虽然简陋，但地儿是咱自己家的，贵就贵在这些鱼。我跟你讲，这些鱼都是咱媳妇家江里捕上来的，鲜活的。嫂子家的。哎呦，你嫂子表弟把这片江承包了。嗯，而且这个江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江里的鱼跟别的不一样，它是属于江和大海的交界处，这里边的鱼都是吃那个浑水的，混合水，非常鲜的，你尝一尝，你尝尝。好，那个你就随意，对你喜欢吃啥就加点。好，你吃过穿山甲吧？你吃过？不，那是保护动物，咱不能吃。哇，站多了，站多了有点儿。哇，哇，但很鲜，这个。对对对，这是很弹牙呀。其实我没明白啊，就我们找了一个那么大的工厂放着不用，你为什么偏偏要在船上工作呢？有句话叫“树挪死，人挪活”嘛。我在三平有个厂子，其实比你这个还大，没用。警察万一抄起来，什么都留不住，而且还会留下蛛丝马迹。咱们现在用渔船来做厂子，废水往江里一排，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。一旦要是走漏风声，有什么事情，马上把船停岸，就地转移。警察来了以后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条干干净净的渔船。高，实在是高。我以前就以为你是就是一个技术工作人员，我没想到你诸葛亮啊。不，你过奖过奖了。不，没有没有，如果我是诸葛亮的话，那阿昌你就是刘备啊。来，小弟竭尽全力奉陪到底。干杯。来，嫂子敬你啊。哎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常，现在啊基本上都齐了，但其实还有一个问题。啥问题？咱们是不是要奔着1000公斤级？那肯定啊。现在一条渔船产量其实是有限的。不瞒你说啊，在你说跟我说在船上要建工厂的时候，我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儿，我媳妇儿的远方表弟是做捕捞生意的，手底下的渔船少说也得有几十艘吧。不止。哇，我已经拉他入伙了。嫂子，你太厉害了。这表弟的渔船什么时候能让我看看？昌哥，都准备好了。阿伟，当当当当！哇，嫂子，那些船都是你们家的？嗯，还有呢，这是尖兵，大批都在后边呢。成了。
晚上没精神，状态差，用汇仁肾宝片。汇仁肾宝片邀您精彩继续。阿昌，恭喜你啊，马上要建立自己的海上王国了，马上要叱咤风云了。说啥话呢，阿伟，咱俩的呀。行，你还希望我继续帮你吗？怎么能说希望呢，一辈子都离不开。那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。说呀。第一，咱们现在1000公斤的货，那就是5亿，相当于你们广宁所有城镇企业产值的1/10。如果我的货散在国内的话，那就是原子弹，会把你我炸得粉身碎骨的。你不要小看中国警察，虽说他们的装备没那么先进，但你知道吗？中国警察的意志力是最最最强的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能发动人民群众像海水一样把咱俩淹死的。所以，我的货绝不能在国内卖。那卖到哪里啊？你听说过坤沙这个人吗？听过。他呢，向政府军投降了，现在被软禁起来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金三角是群龙无首。阿昌，以你的魄力，你有没有想过把钱全往海外放？阿伟，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国内，我离不开中国。我没让你移民，你去海外开个账号，香港也可以啊，这样取钱方便。你别想了，听我的啊。陈建昌，你要不答应我的话，那咱俩合作到此为止。要么你杀了我吧。阿伟，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想办法搞通路子，相信我。我就知道你的格局大。小心点啊，有点货。三叔，他听不见吗？对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两件事，那个呢？还有一件是我自己个人的事情。我有个兄弟叫阿龙，你见过的，帮我找到他，那是我亲兄弟。就这个？这太好办了，这个。真的吗？这还算事儿。谢谢。三叔，我试试。你来。我试试。起航。哎。哦，还会这个。哎。我小时候啊，收到的什么都干过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报纸是你们这儿印的吗？这个报纸呀，到处都有，这个不一定是我们这儿印的。那我继续看看。哎，不能不能。你出来谈项目不用带产品的吗？啊？我说了多少次啊？现在报纸业务停了，改做杂志，你不长脑子吗？对不起，主任。哎，老板。哎，你好。咱们这活页广告能印吗？活页广告啊？啊，可以啊。怎么算钱？这个要看你印多少份。一周3000份吧。3000份？哎，那最少1200，不能再低了。便宜点嘛，量大。你再低我就亏本了。哎呀。哎，老板，你们这厕所在哪？哦，抄这边。
那个仓库方便。啊，小赵，上上厕所看看纸张啊。来来，看看看几个问题我就走了，去我那儿说吧，这儿不方便。你说的昌哥不会害伟哥吧？应该不会。我听阿胜说，自从那个贺老板走后，昌哥就总是会提起黄宗伟这个名字。说找到他就能发大财。没吃饭了吧？是不是饿了？一笑真好看。我给你煮个面吧，很快热。饭店打包的佛跳墙，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这海鲜得多煮一会儿。不着急。你吃几个鸡蛋？都行。那我给你打两个。你面喜欢吃硬的还是软的？都行。那吃硬的吧，有嚼劲儿。昌哥什么关系？我不认识昌哥，我只认识他手下阿胜。做我们这行的，总是会碰见几个不付钱的客人，认识几个烂仔，总会少很多麻烦。尝尝我的手艺。
方便面有什么好吃的？你煮的就是好吃，方便面就没这么好吃过。你们男人就会花言巧语，一个实话都没有。我不是男人。你是女人。女人，我就是一个男青年。你可真贫。啊，那你是哪儿的人？我本地的。就你那半吊子粤语还本地呢，你唬谁呢？你哪儿的？我凉川的。你慢点吃，这么烫。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？三年前，是阿胜带我入的行。他那时候是我男朋友，之后他就把我甩了。我没办法，我只能就干这个了。哥，你过来。能不能保护我呀？我想跟着你。我知道，你是一个好青年。二位就是哭，二位就是累，二位就是气。二百九十八，二百九十九，300。追踪黄宗伟的线索中断了。这几日，赵有南一直在苦苦思索如何破局。他回忆起了自己在部队里的那段日子。他想，如果是连长，他会怎么做？与此同时，上级领导统筹明暗两条战线，安排部署了另外一位同志向毒品销售网络逐渐靠近。小赵，你抽空跟齐婷联系一下，她有事找你。齐婷，您找我。小赵，我有项任务要交给你。
小，向着地平线全力奔跑，就算在风中跌倒，伤痛终会有回报。正好